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哥。今天打这个 QQ 车手游车队赛，然后六款都是一样的车，好像是那个卓越还是剃刀啊？卓越好像，六款都是一样的车啊。那这边排名第一的，他是这个家伙玩的还是非常不错啊、哦。我们也看他漂移漂的，看他这张图跑法，这张图我还玩的比较少，这次好像还是算是第一次玩这张图，玩的不是很好。不过我保存了第一名的，对吧？保存第一名，我们看他怎么玩，吸取一些那个经验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方漂移的还是非常不错啊，因为像这种地图，就是跑一圈的地图啊，它那个就是拐弯的地方非常多啊，然后又窄，跑道又窄，就是很容易磕磕碰碰啊。像这个家伙直接是飘飘飘啊，而且大家都是用一样的车，这就相当于比较公平的情况下啊。像这种状况，眼睛一花很容易撞墙啊，很容易撞墙。这个玩的溜的人都应该都不会啊，像我们玩的不是很溜的啊，基本就撞墙撞得很惨。像这边是刚才他就没有跑好，撞了一下墙。这边好像还有很多近道啊，像这种地图他看得太花了啊，而且速度这么快，眼睛跟不上节奏，什么时候有近道都不知道，根本没办法去看。像一瞬间他就直接飘过来了啊。像这边忽然这边一下子就进了一个隧道里面，这里面我们看它这个飘一飘的，及时刹车啊，特别是这里啊，这里柱子它特别多啊，很容易撞到那个柱子上面，撞到柱子上面就基本上就容易落后排名了。这边一直飘，就由于它这个飘的比较好，跑的比较好，我居然这局就没有跑完啊，那最后就再拐个弯，差不多就赢了。这个跑得非常溜啊，同样是一样的赛车，差距是这么大啊，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跑法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